主料五花肉7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老抽、白糖、花椒、小葱、大料、姜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猪肉切成小块，放入开水锅中煮一下，捞出来了。这锅放入适量的白糖，清水炒一下，白糖变得要冒烟的时候，放入猪肉炒一下。各种佐料放入高压锅中，肉炒好后放入电高压锅中，佐料放入料酒也放入了，老抽放入了，放入白糖和盐，炖煮20分钟后就炖好了。烹饪技巧，喜欢颜色深的多放一点老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